你们要的柯南声线教学来了。想要学会柯南的声线，首先你要去热带乐园，然后找两个金钱小伙把你痛扁一顿，然后他们会给你吃下奇怪的药丸，然后你就学会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完结，小花。那我能痛扁你一顿吗？你要讨厌，人家开玩笑的嘛。首先我们要学习正太音，发声的位置要往后靠，让声音粗一点，跟我唱啊啊啊啊啊，然后保持最后这个啊的感觉。这边女汉子就不用学了，作词已经好。对呀、啊，像人家这种考完一个女生就学了好久呢。哎，别装了啊。然后你要让自己的嘴巴变成 O 型，这样讲话会比较可爱。小安姐姐，小兰姐姐，元太，请你闭嘴好吗？现在是柯南声线教学时间。我不是元太，我是胖虎。那你想挨一顿胖揍吗？好吧，你继续。最后就是语气，这边要划重点哦。柯南推理时候的语气跟装小孩时候的语气是非常不一样的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柯南跟小兰对话和与会员爱对话时候的语气区别。那特特，你跟我们示范一下。小兰姐姐，我去下厕所。对，就是这种很天真无邪的感觉。跟会员爱的话呢，就是会员，你也觉察到那两个家伙不对劲了吧？你们听，差别是不是非常的大？这两种感觉你们都要去研究。那么我就用递进的方式给大家示范一下吧。人与人的邂逅充满了神奇，各种刑案更是谜题重重，能够遇到你真是有缘。人与人的邂逅充满了神奇，各种刑案更是谜题重重，能够遇到我算你倒霉。我是江户川征代，是个柯南，真相永远只有一个。你这改词的能力也是可以的。 OK， 大家还想听什么角色尽管告诉我们吧。